这台吗？这里吗？这里吗？哎嗨，安大明星，大家午安，大家午安，好久不见，是管林，今天是管林，然后现在是午餐时间，管先生你好，你现在在干嘛？你要跳一下椅子？为什么要跳椅子？是太矮吗？没有，你本人坐起来有那个不舒适吗？太久没来，不习惯。哦，对，这个安大明星那个在早期的时候，很早之前，对，你就有来过这样子。对，然后今天就是去年，对，就是去年，上一次来已经是一年前的事情。对，但最近今天来就是管理有那个小小的任务要那个执行下来，自己拿。没错，我出了我的第一本的写真书，算是故事型的写真书，故事型写真书，因为没有太大的尺度，哦，没有太大的尺度，哦，不要这样子，只能讲故事型，就是，不要这样说，就是所以你本人喜欢拍有尺度的，是这个意思？也没有啦，因为，对嘛，就是之前在拍那个飞鱼高校生的时候，就是，都看完了，对对对，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再该露，我看一下，该可以露的都露，不要这样子，人生哦，有些时候真的，哎，对啊，那时候就问过你啦，就是穿衣服跟那个不穿衣服，这有了，这边其实里面。还是有游泳的啦，就是一张，有啦，喜欢的运动的，游泳、欸，可是我们不能随便给人家一直看了，对，假装我看到就好了，对，小露一两张，不用，就这样子啊，就是我们不能这样，我们要鼓励大家去那个买书，现在出版业很辛苦哎，欸，而且你这个是全彩页，哎，可以偷拍一下，啊，哪一台？这台吗？这里。我看一下我脚上的，好，就这样。哦，怎么那么大张？好，就这样。那个今天那个要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管林的书呢，现在在那个实体的书店已经有了，对，网络跟实体的都有了。然后之前有看到你很认真的在那个自己的那个粉丝专页上，然后不断的在预购的过程当中，就是跟大家说。然后这个因为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一定要先讲，几月几号？我的。唯一一场的签书会，唯一一场，对，在10月28号礼拜六的下午3点，在台北金石堂的丁州店。哇，下午3点呢，真的是很贴心呢，就是不会很热的时候，就是。也不是不会很热，就是大家赶车比较不用那么特别要起大早，旁边就捷运站这样子。对，而且那个如果真的有一些外县市的朋友，对，而且那个也在 B1。就是室内啊，半室内，对，哦，所以就是如果挤不到楼下，人就可以在楼上看。对，因为那个，那个场地还，因为那个空间也比较小，就是不用来太多人。是不用这样子想，怕太多人，他笑了，人不够了。我觉得你把他逗笑，他整个他也是希望啊，对，就是大家可以來玩，啊，我们要把它坐满，对，不是坐满，我们要站满。对，因为那个地方就是360度让你全面占有的位置。哦，对，因为它还有楼梯，是不是？你可以从上面看下来，所以很厉害，就是可以的。但是底下的话呢，有 B2 可以从下面看上来。好像没有。对，所以我们大概就是这个上面的半面的，可以让大家看。10月28号就是礼拜六下午的3点钟。对。但是呢，我的 rundown 上是写的是一个叫做“抱抱”的签名会。对，就是你要先喝一口水，再解释抱抱这件事吗？哦，真的吗？真的，好。抱抱签名会的意思是，就是当天，但他写的抱是报纸的抱，应该是写错了，没有啦，就是拥抱的抱，哦，这么阔气，就是有来参加，然后有来就随便抱的意思，有来签名，没有就是一个，现在就是生意都要做成，就是一个小小温暖的拥抱，哦，就是谢谢他们来玩，真的，你知道这个书好，对。也不是很便宜的东西，这我就没有办法决定。没关系，没关系，这全彩页啦，感觉来说这个也是蛮好的。然后，哎，天哪，我以为我买到小卡，原来是刚刚的名片，我先收起来。对，小卡这件事情现在已经在那个网络上形成那个讨论。哎，我好好奇哦，有人买到有小卡的吗？我也很好奇，因为好像都还没有看到，还不知道别人 po 上，还不知道谁拿到。哎，如果你真的有。邀请卡对不对？是邀请卡，是邀请卡，10张而已。哇塞，是我自己写的，这么酷气，哇，10张而已哦。然后10张可以干什么？就是当天来参加那个我们签书会，然后完了后可以有跟我一起喝杯咖啡独处的小约会。哦，这么好，但只5分钟、哦，真的吗？不要这样子，就旁边会计时，对他们就仿佛是一辈子。然后3分钟会敲一次铃，就是有一个像辩论会一样的，30秒就滴滴滴滴，然后最后时间到会有人把他拖走嘛？对，就小姐你到了。哦，所以这你确定都是小姐，就是不会有先生买到那种？对，就是客人时间到了。客人时间到了，哇，这感觉是还蛮好的，那十张小卡片，现在不知道那个花落谁家。对。那你有想象那个当天是你跟大家在那边会聊些什么事？会聊什么事啊？就是坐下来面对面的话，粉丝有问必答吗？还是应该是啦，应该是有问必答。这么好？对。
还是回答都会回答很久，然后一直绕，一直绕，一直绕。但还是会就是慎选一下他问的问题。哦，慎选，所以就是他们也要先有，对，希望还是问跟书有关的啦。像媒体采访要先有提纲这样子的。哦，还是希望问书有关的。你现在的意思是我们都还没有进入？不是，我说当天了，当天。哎呀，我真的，我们来这里就是聊天，真的是蛮好，蛮开心，蛮开心。然后那个今天那个。啊，不要担心那个电视机啊，有点坏掉，所以那个线不是他身上的线。经纪人很认真，一直在看那个画面的感觉。然后为什么你要？他已经很高了，我连坐下来你们都要把我拍得比他还要矮。我对于这件事情啊，没有，是我刚刚有偷调一下。我真的觉得人生好，就是在身高这件事。哎，你多高啊？182吧。哇塞。181、182。吃很好，从小就是有每天不一样，几米短的那种概念吗？对。所以你是一个很爱睡觉的人吗？爱睡觉，嗯，算是啊。哦，但也爱运动了，觉得。所以你现在在告诉我们，不运动的话就长不高。不是，睡觉的这个部分呢。爱跳了，跳来跳去。关于睡觉这件事情，这个书里面也有很多啊，哦，对对对，躺下来的那个。第一章节就是先睡。可是这是那个用那个时间编列，这是早上的十点哎，十点是在睡一个睡。哎呦，哎天哪！哦，哇塞！你本来。请大家好好支持我师弟的写真集。可是你现在没有那口罩，你要拿一下。他们哇，不行啊！哦，真的吗？不要，那露两秒。我连头发都不会很可爱啊，这什么关系？你同框哎，加油加油！你是帮我加油吗？不是，我要赶快上去定妆。那你就是秀两秒就好了。还有一次钱啦，对对对，哎呦，怎么那么好？哎，天哪，又来一个仙女，好好好哦，好好好好啊，你要跟她握手吗？谢了谢了谢了，哇，这还需要握手吗？我等下再拿书给你。我们这样子就是今天这样，感觉规格做很大哎。有哇？对啊，还有有你就够了。不要这样子，就是还有特别嘉宾，直播人数特别嘉宾突然增加500，这真的是有点特别。我也觉得，我也觉得，然后你是走过去路过，然后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的，走进来。没有，主要是想要来跟你打个招呼。哦，真的？那我们那可是你抱的是他，不是我。我怕，因为你要补报一个，补报一个，补报一个。啊，对对对，而且，哦，我没有邀请你。今天主角是他，哦，所以我当然先报。今天主角其实是这本书啦，也不是他。对对对，就是哎，然后旁边有人在画圈圈，就很少探班也有画圈圈。好好，那拜拜拜拜，好好。哎，那吓到我一大跳。你call他来的吗？没有。哦，小乐来耶！哇塞，就是一次。这样子要，那下次小乐来的时候，那你要不要也来探班一下？好啊。哦，好好好。但他前一次来，我好像也没来。哦，对，你们呢？就是其实也要遇到刚刚好啦。对对对。就是，哎，这很妙，而且小乐刚素颜，很巧，也是人生当中那个蛮大的那个素颜。讲到素颜，这里面都素颜吗？还是浓妆？还是会化一点妆了。哦，真的真的。你个人哎，拿一下吧。你个人有特别喜欢哪一张照片？哪一张啊？当然啦，啊，我刚刚帮你。其实我认真算了，你知道我们做节目就是要做出一个自己的风，不然先猜好了，先猜问题，好，好，就是猜问题，你只要答错一题，就今天多送一张那个签名拍立得，这样好，好啊，这样可以吗？好啊，那管理你这里面总共有几张照片？就是我们不要封底封面，不要算。扉页算喽，扉页这个太难猜了吧？怎么会？就是要有看有没有心呐，啊。这个有标准答案吗？有啊，我刚刚算过了，不然你当我这个问题是拿出来开玩笑的。大概就差一个数字，132吧。再这还要再一次吗？我瞎猜的啦，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就是，你只要猜错一次，我们就送一张，我们是这个意思。现在已经送一张了，因为他猜错了。他要送一张签名牌，是高还是低？我怎么可以告诉你？我现在是在帮粉丝谋福利，这种时间就是146。真的假的，啊？不对，你有算，啊？我有算啊。那是高还是低，啊？他送两张那个签名牌的，天哪，他整个被我硬凹，他觉得有点是高还是低啊？对啊，刚刚这个数字啊，嗯，有点妙，所以我也无法跟你解释高还是低。好了，最后一次，148。好，三次了，所以管理等一下会送给大家3张签名的拍立得。好，那我给你报告一下，就是主页的图，就是我们扣掉那个封底封面，好，143张。哇，差一点点。对，然后呢，加上封底封面，总共4张，一张嘛，欸，对不对？嗯，2张。哎，欸，所以147啊。你刚刚说148，要不要倒带一下？你是当成 我第一个讲147，哪有？他说132，他哪一个数字说了147？132，然后说了147.5，然后146，然后说了148。好了，我送你们三张签名拍立得，然后还没讲完呢，欸，就是但我整本书143张，总共拍了1000多张，然后只选了
这一些精挑细选了。拍照的时候会就是特别觉得怎么样的心情，辛苦啦还是愉快，还是因为有些人其实很爱拍照，有些人很会拍照，有些人最不会的就是拍照，那有些人是不喜欢拍照，那这整本都是写真书，然后其实我是享受了，享受拍照，因为都在睡觉嘛，对，就躺下来的状态，大部分都是比较休闲，然后比较居家的一面，对，而且里面其实还有一些文字，对。那个文字我觉得也是跟图片一样重要，就是大家在看图片的时候不要忘记看文字，就所以感觉上来说你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作家的概念，你现在在也没有了，你现在书店就是有自己的位置，然后像那些那个网络书店还会写你只要查那个作者管林啊会有你的书位，真的吗？真的啊，真的，而且你可能还会上什么中央图书馆啊，然后会上什么，哇塞，你这样其实我偷偷就是，而且你知道那个每本书都、就是、每本书都有编码，这编码就是你表示你在台湾这个地方的出版业界名留青史，算是就查编码的话就可以去查到你那个，天哪、啊，好厉害哦，怎么会？我有偷偷去就是书店，然后就是看一下自己的书在哪里。不瞒你说，我们有看到你去，就你有跟我们说你有去，就是举凡的各种你在那个平台上透露出来的小小讯息，我们那天去喜欢那个书摆的位置吗？还是有去看排行榜吗？有哎、欸，你有学露露说把自己 CD 了吗？也没拿第一名，没有了，就是默默看了一下自己书的位置。那你为什么要把它去，就是也去把自己放低？我怎么好意思？没关系，他们不会发现啊，就是放。等我发第二本的时候，叫那个经纪人帮你拍一张，然后或者什么就咻，然后自拍一张。等我发第二本，我就去。就放上去，对对对。所以你的1000多张照片还会再选第二本出来？不会啦，希望就是拍一组别的，就是之后可以拍一个可能关于吃或是旅行。关于吃，对。哎，想要吃，我们现在是中午的时间，就是还蛮想问你，就是身为这本那个写真书的主角，你个人有觉得现在很适合拿出来配饭的？配饭哦、啊，我跟你讲，我刚刚问的问题你都还没有回答我。我是第一张你最喜欢的照片也还没选，然后第二张就要先选配饭的，那你要先选哪一张？我先选。我选系列好了，系列哦，这个系列我还蛮喜欢的，就是这种街景的。街景，哎，你一下子就给人家看到三张，哎，这样他们已经哦，这一页还好啦，这一页我之前曝光过了。哦，真的好，我都选同一页曝光，真的这个系列你喜欢？对对对，喜欢这种比较散步，就是比较街景的感觉。散步跟街景，有一点像那个走在韩国街头。啊，那这是在哪拍的？这在你知道我们要提供给大家富锦街，富锦街那边提供给大家一些模仿，就是因为他们喜欢 cover 就是树很多啊、嗯，所以大太阳的时候那个光线会很好。富锦街几号的前面的树，这样会太过分。这我真的忘了，你忘记了，但是大家可以按图索骥。其实我觉得他们那里就很适合拍照。明白明白，我觉得对粉丝来说，有些时候就是追星的乐趣就在于说，哎，去跟你到同一个地方。嗯，那管林其实这本书里面也算是鼓励大家啦，就是可以在适当的时间出去走一走，然后也可以真的学着他在那边拍照，对对不对？然后也真的学着他就是抱猫咪的时候不用穿衣服。没有了，里面有穿衣服。抱猫的时候没有。抱猫有了。这不是没有吗？官网有了有了，只是手比较明显的是这个意思吗？对对对。哦，但我还没讲完，就是你刚刚那个照片啊，我真的很用心哎。你的版本其实有两种，对不对？一个是预购版的，因为我们这是出版社给我们的没有签名。嗯。就你有一个特别签名，不是签到睡着的那个照片，是要告诉我？就是那个是预购版的。哦，预购版。里面会有附一张海报，就是海报。那就不会有那两张小卡片。就我之前直播的时候有稍微漏过。小卡片借一下。因为我有看到你的粉丝在哀嚎说那个，对啊，年历卡就长这个样子，对，小小的，可以当书签呀哈。然后这里面是怎样？2018年哎，对，所以都是明年的哦。对，我的人怎么那么好？就先给我，那明年年那个假期有几天啊？你有帮我们算吗？没有啦，真的是很不客气哎，就是跟我们帮我们算。哇，二月的时候好多红的字哦，1、2、3、4、5、6、7、8、9、10、11、12。光二月就可以放到半个月耶！对啊，就看管林的那个年历卡，就可以知道明年怎么过日子。谢谢。因为这个有半年一算。谢谢。那你还是没有跟我们说最喜欢的照片之后。最喜欢的，我说那个系列啊。啊，你翻错页了，翻错页。那个系列，然后适合现在中午配饭的。中午配饭的应该是这个吧，这个可以吗？哦，我不知道，你开心就好。这个。就是你是主人，我们怎么好意思？对哦，就是有一点食物的感觉。你本人就是会做水饺，就是、有一点
我不太会包了，对，会擀面皮，会擀面皮，真的耶。然后喜欢就是面粉涂满身，也没有啦，就是有一点趣味的感觉。这是趣味，这应该是性感吧？小性感啦。哦，真的真的，所以本人就是就看这个照片可以陪你一起午餐。对他们也不用吃的，就大家看着看着就饱了。是一个这样的概念，然后那些水饺，其实我们今天本来有一个小小的设计，什么？后来就觉得不好意思，今天没先跟你讲，我们本来想要在这里煮水饺，真的假的？真的啦，跟制作人讨论很久，让我包一下水饺。包水饺倒是没办法，就是也担心把那个，但是煮完水饺就怕说大家抢着吃，所有员工。对对，所以我们怕没有办法把每个人喂饱，然后就没有跟他们讲这件事情。下一次啊。好，下一次还有下一次吗？他没有要给我们下一次我来的时候，你看他整个这样讲，下一次就是明年，因为我上一次就去年。哦，明年也快啦，现在都已经那个年底了，所以其实还 OK 啦。对对对，好啦，回到那个书的这件事情上来讲，就是我刚刚特别提到，我真的是精心的帮你去算了一下那个书那个照片的数量，其实应该。因为粉丝很爱把自己喜欢的艺人啊、偶像，就是珍藏起来，可能在他们手机里面啊，或是在他们任何一个电脑页面上，然后把它改成一个那个主页。所以这里面其实蛮有诚意的，一次可以看到143张主页里面就没有任何这么裁切的啦，对，那种管理的那个拍照给大家的那个状态，是，你可以大家简单跟我们讲一下，大家里面有什么样的特别的类别吗？除了我们刚刚看到的你这个悠闲的散步啊，然后里面有分十个系列，十个系列，就是有关于我，就是表面可能我在工作或是在表演的时候的系列，然后跟我在私底下，就是兴趣或是嗜好，比如我喜欢健身、游泳，然后打篮球，陪小动物、烹饪，对，里面总共分了十个系列。所以这里面有煮饭吗？我就一直是有包水饺。刚刚那个就是烹饪系列。烹饪系列，所以你哇，真的爱的料理。啊，天天天，所以你会煮饭给谁吃啊？家人啊，对，我喜欢做那种。早午餐 brunch, 早午餐，对对对，是配合自己作息在时间吗？这个对吗？很晚起，明白明白。我只是觉得妈妈应该都很早起，妈妈是就是假日的时候，对，所以你本身负责早午餐，对，所以大家早上在中午左右就是吃了两餐。但你本人有时候会这样，那你会把早午餐做成像早餐还是像午餐？早餐的意思就是比较可能就是西式的啦，比较偏早餐啦，甜点啦、沙拉。那午餐的话就是哇，要动刀动。锅啊，然后里面炒炒炒炒对了，应该比较偏早餐这样子，简单的那种，简单的那一种。哎，刚刚小乐有来耶，那是我如果你们可以摆一张合照在里面的话，适合在哪个系列啊？你说我跟他吗？对啊，我跟他的话应该如果啦，如果一起去散步吗？还是一起去游泳？还是一起去打篮球？还是一起去跳舞？我觉得跳舞吧，啊、跳舞对，这个可以看吗？这个我不知道，你开心就好。我们小乐一下好了。啊、啪啪啪啪啪！这一种歌你就看到五张了。对，跳真的很好、欸、跳跳跳跳跳跳，对，应该是我看一下跳舞系列了。哦，真的，因为我跟他都算是很喜欢跳舞的。哦，对。那是没有特别揪他去跳一下舞。那你应该没想到。对、跳舞的时候手要很用力吗？是这样子的意思？那个是光线问题了。那个是光线问题。我们看到很多那个肌肉的线条、欸。然后那个，哇塞！我可以请教一下，这个跳舞是？你定咖给别人拍，还是是说连续动作，然后他是瞬间捕捉到的？都有，都有。这么酷。但是我在跳那个比较连续的时候是慢的，就是会比较有一些对，是可以让他拍到的，稍微放慢一点点的感觉，对对对，但还是慢慢跳。哦，好好好。那我们今天其实就是你今天这样打扮，哎、欸，我有看到里面也有穿西装的，这个很厉害哎。所以你本人喜欢正装出现在那个大家的面前。我还蛮就是会喜欢穿，就有西装外套，然后就是配一个 T 恤，感觉就是一个很厉害的样子。那不然你今天现场模仿自己的写真书，啊、然后我好可以啊，不是你来安大明星，然后总要给一些特别的。他们虽然好啊，书还就是有人已经买了，有人还没有买嘛，但总是我们要帮自己的那个著作，啊、就是稍微 promote 一下。那我们今天就、啊、那你要选照片吗？我选吗？还是封面？封面吗？我就趴下。OK 啊，我们还蛮喜欢的。你想要在这台那个吧台上做这件事，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蛮酷的事情。是可以啦，可是。好好，那我们先那个，
管你模仿自己，那你先模仿你的封面。封面、啊。你真的要躺上去哦、喔？哇，人怎么那么好？你都这样 Q 了、啊。真的不要了，不要了，你过来啦，你只要做动作就好。不然你选一个。不是啊，你就只要做动作就好。这个好像要拍比较好。一个厉害的人哈、啊，坐着都可以演出，好像在。就是这样。毕竟是一个专业的，这样子。你要先看一下那个左右手，对不对？对啊。好、啊，管理模仿秀开始，管理模仿自己。好，不用那个拍我，他拍他就好。好，来线上欢迎截图，就是这是今天那个线上写真比赛。如果你刚刚截的图，然后都让我们觉得说还蛮酷的，那我们就让你决定一下这个今天，哎、欸，还可以再拍照嘛？好了，刚刚送三张，就看到可以怎么送。好，这就是我们那个比赛的意思，就是刚刚如果你可以在那个状态当中截到一个最棒的图，因为。我发现他大概只有三秒是完整的，其他都在那边滑来滑去。不能给他们太久的时间。谁？对，办比赛就是裁判那么严格對。对对对，感觉还蛮好的。哎、欸，那这个时候是真的在睡觉吗？没有了，就是起床系列照。可是这他放在封面哎，所以表示这系列很重要。因为我很喜欢就是白色。白色。对，哦、有比较干净简单的感觉。乾淨乾淨对，所以里面蛮多白色的。这个系列我们也选了还蛮多的，这种就是比较白的系列。嗯、他真的很会，他就是一直翻扉页给你看。没有啦，就小小还有翻夹页的，就是这种白色。这种照片简单的这种，就是回家适合回家收藏。嘿，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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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错，还不错。所以当天你有真的睡着吗？没有啦，工作。不会啊，因为难得放松。我知道那个其实表演啊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嗯、然后其实，在。都会大家会利用特别的时间嘛，比方演戏的时候就给你一场戏说，说哦这场戏可以休息，就是睡到自然醒。会会会，我在拍戏的时候。真的吗？所以你曾经在拍戏的时候偷睡过？因为拍戏最你可以跟我们讲第几集哪一场最累就是等戏啦。不是，我是说你刚刚讲那个，我们可以再回去找那个，因为他现在在网上搜到。飞鱼的时候有啊。哪一场是在教腹式呼吸的时候？的那个戏，我们在教室里面，然后我们老师叫潘朵拉，我还记得，在教我们大家就是腹式呼吸，然后我们全部都平躺在地上，然后那个因为就是拍了一点久，他们要塞那个机器的位置，对，所以我们大家就睡着了，真的睡着。那播出来那一段我还被偷拍、欸。睡着了之后、哦，真的？那播出的那一段是有睡着的吗？还是没有了？整个椅子、那個、椅子有点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会不会，没事没事。那然后呢？那一段我们如果看真实播出，但播出来就小小一段而已。所以那一段是没有台词，就是适合你，就是在等待的时候，我们有真的有休息了。哇，感觉蛮好，你也是蛮会利用时间。这样讲有点不好意思。不会不会不会，就是演员嘛，就是随时要随时随地做好那个休息，因为这个也是看到管宁在里面文字特别提到的，就是其实拍照啊，还有这个工作啊，还有你的生活里面，其实对你来说，身为一个公众人物来讲，这三件事情应该是说生活跟工作很容易就是没有办法做好时间上的调配。嗯。对，那你通常会怎么去帮自己稍微做一下那个生活的安排？生活的安排、啊？对呀、啊，对呀、啊。规律的运动吧。所以就是你这个人，你的意思就是，如果有一句话说我不是在床上睡的，就是要去运动的路上，是这个意思吗？就有人喜欢喝咖啡，就是那个概念。就是休假的时候，休假的时候就会去运动。对。那你最平常最常去做的运动是什么？就是健身。那是健身运动，应该是打篮球了，跑步什么那个打篮球。哦，所以你这里面有篮球吗？有有有有有。欸、你讲的都有哎、欸，这人也是很有诚意，所以我们从这里面就真的可以了解你的生活。有、哦、里面有一直拍到那个健身，一直翻到没有篮球游泳。没有啊，没有篮球啊，都在擦汗啊。有都在擦汗。这啊，怎么脚格啊？对对对对对。哇塞！所以你本人是比较擅长打在哪个位置啊？篮球吗？对啊，随性哎、欸，随性哦、喔。就是、啊、那这一球后来有进吗？没有哎、欸，你怎么知道？在拍的时候都、就是 pose 比较重要。对对对，以拍照为主了、哦。对啊对啊，可以借他们看一下吗？哦，可以啊可以、啊。反正这个这么小格。好啊，就是对打篮球的。如果你现在穿西装，然后模仿打篮球的 pose， 不然会不会怎么样？可以啊。可是那不要啦，那衣服等一下那个崩掉， 就也是蛮辛苦。哎、欸，不会不会，那我懂了，你模仿这一张、嗯，在拿你的书啊。哦，好，对对对，好，就是把书当篮球这样模仿一下。那么凶凶的样子吗？我们是那个写那个管林安安大明星现场写真 Part Two， 就是这张又是要让大家截图的。这张吗？这张这张，
这么很简单，我们在模仿，我们这个模仿会太无聊，你个人觉得还好好像有一点，哎、欸、哇，还好了，他说有点来了吗？你觉得还可以吗？啊，他说 OK OK， 来了吗？好，我帮你先秀一下那个，所以现在机器在这一台，管你要模仿他自己，然后他把书当，哇塞，你现在是一个臭脸的意思吗？没有，我在学这个表情，这个表情，你忘记了哟，好。带全部，还没带，还没带，还要带到全部，带拿书，对不对？书这个张他模仿这张，好，啊、你给他一个正面，好，啊、给他一个全身，再一个全景啊，大家才能截得到全景。他现在没有办法那个，他始终不要。你这个另外一个裁判就是我们的摄影，对他一直没有要给。好，来最后一个卡就给他全身都看到啊。管林线上写真大赛，卡好停，好好谢谢。好，这张是那个 Part 2 好，这个活动还可以吗？可以可以啊，没有，我们只是觉得中午在吃饭，嗯，不好意思太劳动大家。是，然后其实我偷跟你讲一件事，就是本来在吃饭的时候这句应该没有人，嗯，就他们知道你要来，就很认真在工作，没有看到。那我要去一些美少女跟他们推荐一下书嘛？我觉得稍后再去。因为那个机器可能没有办法拉到那么长，对不对？想要推荐书，那你自己以一个作者的身份，那你要怎么推荐这本书？怎么推荐啊？是认真的、哦，给你三十秒。好啊，就是、像那个购物台一样的推荐、喜欢我的朋友啦，我觉得、啊、不喜歡你这样子就不对了。卖东西啊，就是要喜欢我的人，然后或是爱不爱还没有认识我的人，我觉得可以透过这本书了解到，就是我。我不论是在工作上面，或是私底下的一面，对。我刚刚听就有点急，就是我们这种主持久了，讲的人喜欢我的跟不喜欢我的，可以透过这本书。喜欢我的，或是还不认识我的，不认识我的，然后可以透过这本书了解到。没有，我就听到聊，听到就是了解到可以透过这本书。被管林再给稍微了解到一下那个你工作跟私下的追星的心情。你知道这位就是时尚小鲜肉的概念，就是。这一次在那个这个出版社很用心跟你公司这个做一系列规划，然后在那个出书的过程当中，从七夕情人节po了一张po了一个影片，对，然后就当大家想着不放什么事，然后原来是在做一些那个宣传的书的宣传，然后今天我们有跟出版社的那个就是情商有一段没有曝光过的影片，今天要在安安大明星给大家看一下。真的假的？对对对，他就那天你拍，大概拍了几段？是我录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你，因为我自己也还没有看。他就给我们一个那个云端的连接、就你知道来上节目总是要一些 special 的，我们会想要在、你偷猜一下你大概拍了什么内容？偷猜一下，应该说你那天到底拍了什么啦？我们也蛮好奇。那天有拍了很多大大小小的影片，很多，那出版社跟我说只剩下一段而已，但不知道什么会用。所以你也不知道，对。刚刚那前段所以前面那一大段在拍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某些精彩的剪辑。对对对对，好刺激哦！可是他，就这一次他很强调什么女友视角、男友视角什么，所以接下来这段其实也是一个这样的影片。好啊，那我们、不好意思，就你很久没有来了，我们的导播哦习惯艺人自己 Q 袋子，是、对对对，然后先不好意思。Q 袋子的，先自己把它摆在这里可以吗？因为我的手袋有点 好。Q 袋子是这样，就是我们比较老派。好，就是大家先问你示范一次。好，你等一下就要跟他说，我们要来看我的那个另外一只生活，私藏男友。私藏男友什么影片哦？然后你就要这样子，请看。这个不是那个吗？对，不要这样子，不是谁来都这样子啊。以豪啊，谁来都是这样 Q 袋子的，好，可以吗？好，这个吗？这一台吗？还是这一台？你先跟导播捋一下默契。他看到你刚刚看到导播吗？是一位美少女。他看到帅哥的时候，工作上会比较需要先跟他有一些配搭。好，那我也算是帮导播争取一个你在空中跟他同框的概念。好，这样有点啰嗦吗？不会不会不会，来了吗？先练习。导播他下一次是跟你 rehearsal， 他等下 Q 那个袋子。好吧，请收看管林私藏男友影片 Part 2 Go。这样子吗？对，那你可以慢一点吗？还有噔噔噔噔噔噔。好，不看不看，就你自己来，你自己来。好，就这样子哦，准备来了哦。好，我们要大家看那个。好。全我们是独家大首播耶，是吗？有人播过吗？还没，对不对？你的那个页面上还没放吗？
哎呦，啊，你自己那个页面还没放？我自己还没看过。哦、真的吗？哎，我们真好开心哦。也没什么，几秒而已啊，嘉达哥。那影片很长吗？20秒而已。哦，好，好，准备了哈。好，交给你哦。好，耶、yeah ！请收看管林私藏男友影片 Part Two， Go。早安，亲爱的。哦、oh ，辛苦你了。今天周末，我决定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还是你有想去哪里吗？好。就这样决定了，那今天开车带你出去玩，走。哎、欸，没了。对啊，不是给你20秒吗？后面、哦、后面留梗啊？哦，还有吗？所以你的意思是后面还有影片？欸、我应该还有，哦，没了，没了，没了，没有了，他说没有，他说没了，没了。哎呀，刚刚后面就是，哎、欸，现在没有导播。嗯、因为他跟你出去玩。哦哦哦，导播就是你剛剛，对，你刚刚拉完手啊，导播就跟着画面，现在就是我们就自己来，就镜头现在也不会跳，好，对不对？然后刚刚那个情境大概是在讲一个怎样的生活的细节？应该是接着我之前情人节 PO 的那个，就完了以后准备要梳洗，然后要出门一起出游的感觉。就是有一种，那就是大家在那个画面当中看到，就是我、哦、原来你起床的时候是头发也不会乱，这个对那个重点还带全妆，对对对，哇，整个妆都是好的，然后哇，那光打下来就是零瑕疵这样子的概念，没有了。那在那个就是应该是讲说在与人沟通交往过程当中、嗯，尤其是男朋友女朋友之间，你个人有什么独到的一些就是让对方开心的方式？可以跟大家在这个独到、哦，就是建议一下、啊、分享一下、啊。那就要请大家去买我这本书了。很烂、欸。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男友力的介绍。男友力。对，男友力。男的有力。不是这个意思。男友力啊。男友力跟男的很有力这两件事情是。就是有温暖啊，或者有贴心的一面啊、嗯，对，这本书里面都有记载。真的真的，希望你们可以去收藏一下。给我一下那个，现在网络上有人是不是在叫我叫我的吗？让管林叫他一下。哦，没有吗？现在没有人叫你叫你的。没有，因为我们在中午的时间，就大家今天已经都先来预告说那个、哦，希望晚上回去的时候再慢慢看一下那个今天的重播。好、啊，好，拍那个影片是一次完成吗？包括你那只七夕情人节，有大概一两次了，我稍微小蕊一下。所以谁的手机里面有那个 NG 的影片？出版社的吗？出版社吗？对，出版社。哎呀，是啊，哎，大家还在聊天，我们聊我们自己的就好。他们有那个公司在讨论。好，对。那然后那个你喜欢做这种就是影像啊，或是这种所谓的语音小讯息啊，会传给你的好朋友啊，或是什么，会做这种特别的那种。我比较喜欢拍照、啊。小礼物，就是比起影片来讲，因为比较简单嘛，对，比较档案比较小，传手机比较方便。对，那你个人、就是、比较简单了，比较简单。那你会喜欢请就是自拍？如果像传给妈妈的话，自拍的 pose 大概是怎样？传给妈妈，妈妈吗？自拍的 pose 是可能这样吗？像现在这样，我们就讲一下自拍的，对，这样。那传给姐姐的话，传给姐姐啊？对，传给姐姐其实也就是我。传给家人其实都这样，所以传给爸也是这样的。传给我爸这样。哦，传给爸就发是这样。特别近。那如果要传给管小花，管小花我应该跟他合照吧？但他本对、啊、他本猫没有手机，所以他其实没有办法收你的讯息。对对。是一个大家这样的概念。那如果传给高中同学的话是怎样 pose？ 高中同学应该也是合照吧？所以没有自己、就是、大家就是没有自己要传照片给他们的意思。没有了。那如果是传给就是。私藏男友的那个男友的女友的话，你本人大概睡觉，我会拍，所以就是传一些睡觉的照片那种感觉。就是没有，就封面照。封面照，封面照，封面照。对你本人对于这个、拍照这件事情有什么特别厉害的地方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从这个100多张照片，然后刚刚又听到管宁说你拍了1000多张，对，应该对你来说花很久时间，应该对一般人来讲要花很久时间。虽然我们知道说很快速，我们拍了3天了，3天，对，然后各个场景，从早到晚，对，从早到晚。那有哪一段是让你最难忘的，或者哪一段是让你觉得游泳吧？我觉得游泳的最难拍。怎么说？怎么说？对，因为像有几个像，千万不要拿下面看哦。好好好，那个给他们看，你要给他看哪一张？你刚刚有看到的，像这个。哦，这个。这个可以吧？哦，可以啊，我们都可以啊。就是、你可以，我们就可以。是我真的在
在游的时候，个人觉得相当厉害哎。对，我想要哎这张，等一下啊这张，去对你还有注意到发型的问题，镜头在哪？知道吗？然后头发不要乱啊。是这样，那照片你是先拨好头发再叫他们拍，所以你就先梳在那个游泳池里面先那个漂浮。对对对对对，哇好酷哦。所以那这样他游过去的时候，你是定在那个定点吗？没有，就是游比较慢。对，游泳啊，真的，因为我本人也不是很会游泳这件事，所以游泳的速度也是可以。好像有飞鱼高校生的洗礼。就是受训控制，对对对对。然后你这样游的时候，那头就是一直这样吗？是，所以是一个爬水的，对对对，全部都是朝这边。所以我们看到很帅，其实是那个动作其实是蛮有点发明的，这样子拍的当下都会觉得很蠢。对，不会，可是出来的那个效果真的很好哎。对啊，对啊，还是说他们其实拍了两百多张，只有两张可以用，有可能 ？Maybe 哦，因为我们那时候拍了还蛮久的，你本人也没有看到全部的这张照片。对。这两张有什么特别要跟大家介绍的吗？比方说你的二头肌，或是你的……没有了，我觉得就是那个 moment 啊，那个 moment。对，游泳是一件那个很辛苦的事情。对，其实一直泡水感觉好像很舒服，但其实也好像不是那么一回事，对不对？嗯，因为那个看起来要加上拍照就不是那么一回事。请那个管先生来跟我们大家解释一下，是吗？对，就是如果一个人想要在游泳池里面拍照拍得很厉害的话，你有什么特别的建议？拍照要拍得很厉害哦，他要先学会在水中睁开眼睛，这个是重点。我很认真回答，我有认真在反应啊，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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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们拍的都在水面上啊。因为我在游的时候。所以你一直都是眼睛没有闭起来的、哦、没有啊，我没有闭起来。那你有？然后我也可以在水下睁开眼睛。我有戴隐形眼镜啊，不影响。所以你有特异功能啊？不，这不是特异功能、哦这，这只是一个孔，就是跨越那个障碍。他现在跟主持人说，其实真的不懂。没有啊，就跨越那个障碍而已。一个障碍。对，因为很多人都怕，就是在水里不敢睁开眼睛，会很模糊。可是其实就是没有戴隐形眼镜的那个状态而已了。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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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那一天拍摄演那个游泳的话是，这应该是白天啊，看起来就是个大白天的事。大白天，对。对，那他拍了很久吗？还是游泳对你来说咻咻咻就拍完了？瞧了很多的角度了。瞧了很多的角度。对啊，就是跟 pose， 就是因为左脸右脸吗？因为我在游泳池里面可能要趴着或是躺着、哦，对，真的真的，所以会有。比较花时间、啊欸、其实我们、喔、就一直在闲聊，但我们制作人啊，他还是有一些小小的那个情境剧的设定。可以，只是我真的觉得就是让好，你要玩一下吗？好啊，哈，真的很配合哎、欸，就是一百分男友的那个情境设定哎、欸，他就写说，我们来跟管宁聊聊，如果要成为一百分男朋友的话，他觉得应该要具备哪些条件呢？那就是要去收藏这本书了，因为里面那另外一题，对管宁来说一百分的女朋友要有什么条件呢？你应该要买這本書，那就是要买这本书送给女友了，然后女友好烂哦、喔、会。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考验管宁的真性情咯，如果遇到不同状况的女朋友你会怎么样呢？有什么？第一件事情是中午十二点要去吃饭了，还坐在那里都不想动，但是你饿了。可是不能凶哦。十二点就吃饭了，今天午餐时间。他就说，可他不要动哦、喔，他没有要动的意思。没有要动啊。镜头，那我就买来给他吃啊。所以讲完了。是吧？也是很会、欸，所以你会问他要吃什么再去买，还是直接自己就选择了？就帮他选择。哎呦，这么强势。对啊。不然我要说，还是你会选你想吃的，然后叫他就是跟着你随便吃就好了，随便吃吧。对啊，现在是就是真的来的概念，我感觉很生活哎、欸，哇，回答之后相当酷帅，照实回答。哇塞，好好啊，那这个啊，这一题那个他好像以前就讲过了啦。他说女朋友如果刚好每个月那个来的时候就是不太舒服的话，身为一个男友，你会让他吃冰吗？当然不会啊！哇塞，绝对是要帮他控制的，然后还要买就是有甜分的热的东西给他吃。哦，真的会，对呀、啊，还好，还好，可能是因为有见过报，尝试啊，尝试，尝试，没这个尝试，就是大家在这里生活的经验，对对对，经验上来说，好像曾经这样子做过。那他如果真要吃冰又闹脾气，那你怎么办？
像这么炎热的夏天，就让他吃一口，然后剩下我帮他吃完。不要再问了，这件事。好，这题我个人相当有兴趣，就是如果你的女朋友跟小花吵架，你要去劝架，那你要怎么？那我要站哪一边吗？对对对，这比那个什么什么掉到水里面那个感觉还好多了。小花吧，那就小花。对啊，你是要劝架把小花拉走还是？对，因为小花年纪比较小，所以要让她女友应该是大人。对，应该大人了，所以大人不应该跟小猫吵架。大人要懂事，小花太小还不懂事。哦，好。對，那综合这三个问题，就是要当就是一个称职的女朋友，在管一个认知当中，第一个就是大人要懂事，对，然后不可以跟小动物吵架，对。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不该吃的东西就不要乱吃，因为他还是不会给你吃的，对，就算只能给你吃一口，也不要给你吃。然后第三件事情，就算你不要去吃饭，你不用担心你会饿死，因为他会去买回来给你吃。是，哦，很厉害耶，是，真的。谢谢你完美的注解。当然，因为我们就是这个工作就是要帮忙做一些这样的特别的注解，然后让大家可以理解到说，就是身为一个这个偶像明星，然后其实也是还蛮不容易的，真实生活里面，然后也遇到了很多就是，自己要去那个面对的一些那个，问题，挑战。你那个遇到一些就是特别的那种追星的粉丝，会有什么样特别的反应吗？你知道有一种那种疯狂型的，那你就会一整个想要一把抱上来的那一种，会请他冷静了。因为在飞鱼的时候，是不是有碰到比较多？对他们，因为你们就会在拍戏现场，他们会冲来直接那个拍戏的热情，拍戏现场。然后有的是已经忘了我们在拍，然后他就直接这样，管令，就拍到他。哦，真拍到他吗？对。但是那个应该，就你还是会那个用温暖的方式，然后就被导演骂。为什么？对，谁被导演骂？你们哦。那他没有，就是大家，就是粉丝，就是因为工作嘛，所以他们都希望说可以在那个。但他们也不懂啊。对，他们其实也是蛮辛苦的啦，对大家来说。我梦想版在哪里啊？我们来这个地方啊，都要写一个梦想版。这是你之前来没有来过的？没有哎。对，就安安大明星，就是要鼓励所有那个看我们节目的人。好。然后就是以你的自己的那个生命经验啊，然后跟大家分享。生命经验。就是对，讲的比较深奥一点，其实就是说你的习惯啦，或者你怎么注解啦，或者你怎么水来了耶，你要喝吗？没关系，我帮你买冰的耶。没关系，我有。没关系啦，我们人也是很好的。没关系，没关系啊。我超酷炫的，买那么好哎。谢谢。对啊，因为你送我们书，所以就我们等一下，我帮您开好吗？没关系，没关系。气泡的哦。啊，谢谢。打开。谢谢。开始说，谢谢。笔呢？好。写那个的笔呢？我在里面。哇塞。哦。我们大概是要这样写，就写梦想是这样子哦。对，有些什么想法吗？可以跟大家先分享一下，在一边写。没有哎，想写一些励志的。对，可能不是我个人的。可以哦，就是一些那个格言啊，或者什么。也不是格言啦。伟人传记。就写西班牙文。趁他在写，真的，你会写西班牙文哦？没有了。哇塞，好酷！我是以为你是英文很好而已，就想不到你西班牙文也这么酷。那他一边在写，我们一边来看书。只有趁这个时候可以偷给你们。前面要先写梦想，梦想是对。好。呀。啊有，我们这个就是制作人的巧思，他想要在这里留下，就是每个来上过安安大明星的大明星他们的真迹这样子，因为不能只有看到你的签名。然后他现在个人非常专心，就我要跟他讲话，完全没有要理我。我想一下怎么写。好，你可以再等一下，没关系。还有你哦，真的吗？就这样，就这么好。梦想是先给大家看一下这张那个写板子，等一下再把它完成。好，因为接下来这件事对你比较简单，怎么要留下那个三张自拍照啊？是吗？对，就是我们要写在那个。是跟你吗？还是？是你本人先。哦。对，没关系。如果你要跟我拍，我最近也是常会有受到这样的邀请。那我可以拿书吗？可以，就是不忘记帮自己那个。那我们一起吧。啊，你先拍你自己，我们再一起来拍好了，这样好不好？三张哦，至少。很会，手长脚长，真的是很方便。对啊。对，这第一张。
按到行，耶。嗯，哎，你这个是颠倒吗？没有，还是这样可以。好的。好好，按，好，快点，哎，这样两张看，还有你自己至少要有三张。哦，好，你本人。硬要插进来。好的。几张了？三张。真的吗？有有有，你检查一下。应该是一张、两张、三张。哎，不对啊，就有一张有我啦，你还要再拍一张你自己啊。哦，好，可以吗？三张都你自己的，酷一点哦。拍照的时间总是特别安静。好了。你要不要自己看一下看这样 O 不 OK？ 你帮我检查好了。我怎么好意思？就是我们当然每张都好啊。对我们来说，就算你拍到做鬼脸的，我们也都是直接把它摆上去啊。那我要写了。好，再拍一下。可以吗？好，乱拍。他要写了。会写很久吗？没有。大家现在在吃饭。今天那个工作行程满档吗？对，今天要到晚上。随便问而已，真的。我想等一下我们还有那个。三立待一天。哦，真的哦，嗯，给、okay ，很辛苦哈、哦，突然间要写字，对啊，梦想是，那个梦想的意思是说 what dream is 的意思，嗯，不是 what's your dream 的意思，梦想，对啊，好，真的好好好，对啊，天哪，给每一位在。你先不要念出来、哦，不要念出来吗？干嘛这样子啊？等一下大家都看到啦、啊，害羞呢。好，我们这两本啊是没有海报的，海报要那个要好，然后那个祝福大家有那个十张邀请卡的那个幸运者。哎、欸，我好想知道到底有没有人说他买到有邀请卡的，没有，不好意思。大家继续那个，所以那些版本在哪里啊？在网。在预购里面吗？哦，好，对嘛，我们帮大家宣传一下。如果呢，你想要去那个有机会，10月28号当天得到喝咖啡的时间是吗？然后呢，就要在预购的，哦，这张哦，好，你会在那个管这台吗？好，在管林的那个写真书里面啊，会找到一张这样的卡片。上面有写那个字，我要一下嘛。想邀请你和我一起单独约会聊天，就这是不是上面完整的字？好好，十个而已，对不对？现在还没有人跟你们回报哎，好酷！预购的哦，在预购的那个里面，所以要在网络上的，对不对？实体书店的，就是暂时还没有那个。好好好，想要真的想要去那个喝咖啡的，有机会喝咖啡的，在预购的那个。平台上面好不好，大家认真的去把你喜欢的这个写真书买起来。好了，你要签名哎、欸、啊、哦、好，没关系，怎么签都可以啦，就有写你的名字就好了。好啊，我想写一下日期哎、欸、今天是9月272017。好，那你自己念好了。好，这个会不会有点？不会啊，我跟你讲，写到这里的时候，大家都超感性的，就没有无聊这件事，只有那个真心祝福跟还有跟大家分享。我的小梦想是给每一位在梦想道路打拼的人，加油，辛苦了，坚持给力。哦，好，就是他觉得梦想这件事情呢，就是应该在这个打拼的道路上，每一个人都要继续的这个不断的这个往前走。对，但是他呢，在这个地方也跟大家讲说，哎，一定要坚持，因为有梦是辛苦的，对，但是要坚持住，对，要坚持住，然后做到自己最好的状态。对对对，哎呦，祝福大家。对，哎，那再给他自拍一张，啊，不拿个，那你帮我拍好了。哦，那当然是那个，哦，他从后面再拍。哦，好，对对对对，好，10月28号当天那个在台北市的。丁州路金石堂丁州店，丁州店，对，下午三点，下午10月28号礼拜六，捷运站坐到公馆捷运公馆站，公馆站嘛，然后走到那个后面水源市场那边，对，真的很那个靠近那个市区耶。当天如果当天有限定签多少人？来就签了，是哦，啊，还要喝咖啡，
哦，他说是，好，对，好，当天就是自己说，有 来都签，有来就会让你有开心的满满的那个跟管理的互动，有个拥抱，对，对对对，然后那个这一次那个写真书算是管理这个第一次用那个作家的身份跟大家见面。哎、欸，真的啊，是是是，因为这里面不只是照片，是是是是是，我们刚刚算过，哎、欸，我还没跟你都完成报告完，对不对？哎、欸，你的做那个照片啊，我这个官方的那个认真的统计，你买这本书回去，光是管理那个主页的照片143张，嗯，再加封底封面总共有4张，147张，147，还没讲完。你买的如果是书店的，就有那2张半年卡。所以再加2张照片，所以就是有149张。但是如果你连那个预购版都买了，还有一张海报，所以就是有150张。150，明白吗？懂。所以全部都买2本的话，就有150张不一样的管理的照片。但是怎么了？里面有3张是管小花的独照，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好，真的啊。是我特别想说，哇塞，还塞了3张小花有独照，他是唯一一个入境的人，连路人都没有哎。继续。对啊，你看他1张、2张、3张，这样有没有算得很清楚？你真的很用心，那本节目，本节目就是走一个这样子。这个板子送给你。好、哦，这个板子要送给那个安大明星的所有的大家啦。今天那个，我们就是用这样聊天的方式，希望可以让管理自己这个把自己的生活分享给大家，然后也出书来说，这次出这本书对你来说也是一个，算是一个作品。就是在那个飞鱼高校生之后一直到现在，就大家比较个人作品啊，对啊，比较可以明白的就是了解到管理完整的一个属于他的，嗯，就这里面除了他就是那只猫，所以那剩下一个就是你们，就是他跟你们这个最棒的一个小互动，对，而且那个买回家之后的方便就是不管几点要看都可以，对，不用像要等飞鱼高校生，就是每个礼拜可能要等哪一天，对，然后也不用在网络上自己点阅，也不用下载 app。是直接这个地方，但大家会辛苦了，我怕他们有人就是把它翻拍到手机里面，会蛮忙的。150张，还好啦。他说还好，对，他的意思就是说，请你们当天，哎、欸，当天你们干脆办一张那个最爱管理哪一张照片的那个現場。好、啊，这个再跟他们建议一下。可是他应该都会选那一张吧？就是没有穿衣服的那一张啊。游泳是不是？千万不要这样，我们要展现出一个就是。爱偶像的一个新的心情，除了游泳系列之外，大家当天可以选一下那个管林最爱的照片，然后是哪一张？管林自己最喜欢那个穿的那个长长的大衬衫，走在那个富锦街的那个街头的后面的。但我个人真的觉得你穿正装这些照片啊，实在是蛮帅气的。是是是，在这个直播节目即将要告那个尾声的时候，哎，刚刚你有模仿那个这张吗？不是，没有，这个有点难模仿。刚是模仿封面跟，因为这个好像。我要站得比较高啊，对不对？好，那你可以往那里站。我站到这。我们 OK 啊，我们没有别的，就是镜头大，然后那个摄影师厉害。外面有在那个偷偷的在跟你打招呼。我们要再找一张来模仿一下，作为今天节目最后的那个 啊，不然模仿这个好了啦。这个吗？就你刚好穿西装 啊。可以啊。等一下，那你要找一张啊。哦，脖子痛的这张好了。这个。对啊，蛮好的啊。好啊。而且你刚好都不用换 pose、欸。好。是作者，现在管林要模仿那个一个偶像明星拍照必备的 pose， 就是管林脖子痛。脖子痛，对，这一张哦，不是哎、欸，是这张小的，耶、yeah。好，那这一张跟管林要一起那个入境，作为今天那个阿甘大明星线上写真大赛第3张，然后大家说你们要把那个照片上传上来，然后要去做分享，跟 tag 你的朋友，然后我们从这里面去选那个。得到管林拍立得的照片的朋友，好不好？好，准备喽 ，Action！ 先生口渴吗？先生，可以吗？可以，可以，有像吗？有像的，这不是有没有像的问题，这都是你。其实有时候摆就是一个比较 free, 一个瞬间，对，一个 free 的感觉。我刚刚看起来比较凶啦，这个看起来就。你如果要我自己去，就是刻意的去模仿，再一次的話反而做的不。做的不像，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就是我们有时候都随性的啦，不要这样的，不要这样，就是希望那个我们今天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只是想要认真的，就是为出版业界尽一份心力、嗯，然后也想说你在，哎、欸，不好意思，你那个衣服那个跑起来，就是也想说你在这里嘛，然后跟阿安大明星这边也有很多的那个特别的渊源跟感情、嗯，在很早很早之前那个早期的集数馆就曾经来过，然后今天。
借由这样的机会再次把你邀请过来，其实就是希望你这本那个写真书真的可以非常的畅销，好让大家可以真实的收藏到管理，而且是有人帮你把照片拍好，你都不用担心会糊掉，它也不会晃，然后还帮你把那个整个状态都用到最棒的，而且还有你拍不到的照片，就是像那一种游泳吗？不好说的那一种。好，对对对，那一种你也不用再看飞鱼高校生截图了。就这里面也有，有，好不好？有，也是蛮厉害的。最后那个节目要结束了，再帮自己的书那个宣传一下。好，就是唯一的一场签书会是在10月28号礼拜六下午3点，在台北的金石堂汀州店。希望你们大家都可以来玩。来的人就可以签名，然后也可以跟我小小拥抱一下。好，对，其实来的人就会得到跟管理这个近距离的互动。对对对，然后刚刚也特别跟那个出版社问到了，这个有10张那个小卡片，小邀请卡。对对，请上那个预购，如果有得到的话，买那个预购版的。预购版的，对，才会当天就可以来跟我小小单独约会一下。对 对，希望呢，而且在预购版那个地方，就是还有得到管理的海报，所以大家可以这个。如果决定要去买这本书，然后如果又想要可以有机会跟管理有这样的互动的话，哎，在今年安大明星就把这件这个讯息告诉你，是是是，恭喜你，是是，谢谢你今天来，谢谢建安哥，谢谢谢谢，谢谢建安哥，啊，谢谢导播，谢谢导播，没有，你要再给他一个那个啊，给那个导播给一个男友视角，还有女友视角，导播辛苦喽之类的，导播辛苦喽。可以可以，拍他说还没有，他那镜头拉完整个都是你，然后你给导播一个，是吗？对啊，导播辛苦喽。导播有听到吗？啊，导播没要回我的意思。好，安大明星今天非常开心滚下来，然后希望那个今天这个没有办法这个随着我们直播时间一起看到这段这个访问的人，就是晚上回去的时候好好再重新看一下。是。然后管理刚刚拍了3张那个照片哦，好不好？你也会刚刚剪切一个图文集。是。祝福管理。谢谢谢谢，希望再来玩。呀，谢谢谢谢建安哥，安大明星再见。